Kiss 啊，大家好，我是 Rainbow 阿宝。我知道也许大家还在关心我前几集的影片事件的事情，而且现在大家也一个一个出来澄清了，但接下来还有谁又被捧出来了呢？我们不知道，无论结果是如何，越多的解释就是掩饰。我不会现在前面这段说，因为我在认真剪辑这一集影片的时候呢，我真的是受伤了。所以啦，如果大家要知道整个事件的详情，又关于那件事情的详情，又想要做评论的话呢，麻烦看完这一集影片啦。如果你没有看完影片又想要评论的，麻烦大家你给我点一波的要哎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不要拍到我后面，我们有周易。Yeah, what's up? 高凯 Peace. Alright, 还有 What's up? Jerry. Hello. Yo. 你们好像在应酬我这样喂。好，还有看到的，来看，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麦克风的 Vincent. 还有郑文，有 check it out. 还有Lilo. Yeah. 不要用我底裤来做 kickback. Kickback. 我的头发会不会帅？帅啊！我要绑，可是我不会。有没有帅到你的心里？帮你绑的，不可以，我男朋友在边。他在认真的做工。OK， 男女通杀到你 ，check it out。OK。有滑板 ，Jerry 的滑板，你会滑吗 ，Jerry？ 可以给我玩一下。OK。是我们拍影片的日子啦。那在拍着这个影片的时候呢，我也是在剪辑下一部影片。这一集的影片呢的内容就是马路很辣哟。转个画面，让我们先看那个影片，然后我们再倒回来。Let's go。这样太危险，真的每次飞太远。哎呀。OK， 你帮我拍那个牌一下，我要有那个文莱的牌。Zoom 要 Zoom， 你的水没有、哎、你拍好了一点呢，你不要摇摇摇哎。现在的我呢正在 Miri 这边，然后要过去文莱。你有拍到我了吗？到底？哎，是哪一边啊？这边还是？来，小林。埃及玻璃的。Diesel， 知道有多少人用 Diesel 油吗？很多人都是用免金，然后要打97又太贵，打95又好没有力。这 Diesel 打进这个 Isuzu 里面啊，它不一样的油。好了，不要影片太长啊，我给它拍掉。这一条路啊是梅里的高速公路来的，你看一下，我们沙捞越的高速公路是这样的，而且这一条路是要去文莱的路。转过来，你看，如果跟西马的话，我们这边是不是比较落后？我们是被人忽略的一个地方啊！我国马来西亚政府要做一点东西，要讨好沙洲的人民哦，就要把沙捞越发展一下，然后鼓励更多的发展商进来，这样子才能够帮助到沙捞越。如果你们要拿到沙捞越的选票，你们就要往这一方面来努力。不管你是反对党还是执政党啊，这个是要努力做的发展的东西。哎，你不要搞，你不要跳那个马路，对不起，不要摇了，对不起，这边的马路像海这样子。又来了，你看，看，跳跳。让我们采访一下 Miri 当地人。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啊，看有 checkpoint， 有 checkpoint， 要 zoom 一下， zoom 一点， zoom 一点，快点啊。OK， 这个地方 OK， 好，放大。OK， 好，让我们采访一下阿伟伟。嗨，你说这一条路是什么路啊？这应该可以算是我们梅里最比较好的路了。啊，你看比较好的路，你看还是这样跳的。没有到十米的就有一个这样咚咚咚咚咚，但是至少没有蹲，然后蹲哦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还是抱着感恩的心了啦，对不 对？也好啦，还好啊，我们没有住宿上了现在，然后至少我们的马路不是石头了，我们还是抱着感恩的心，谢谢。
加油 ，OK， 拿稳一点，拿稳一点。不是我，可惜哦，没有用到 stabilizer， 没有人站住，不要紧不要紧。好，我们要去文莱 ，OK。这个是还没有到文莱半路 ，OK， 去关卡的路 ，OK， 不要拍太多，等一下人家讲我们在做戏这样子，不要。5%。啊，爸爸。哦，你的。不要 video。那个。不要拍。不要开。现在呢，我们平安的过来了文莱。刚才呢，在过路的时候呢，我就有拍了 live 了，就达到了差不多将近500到600个 live 的人看。我相信有很多人的 share， 我还没有看到，因为刚才就是网络信号断掉了。去找吴尊啊！上个影片我去找他了，他都没有在。还好他没有讲那个祖国的问题，试试看一下问他，他的祖国是文莱还是中国？祖籍啊？哎呀，祖籍祖国，哎，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啦。现在我们还是要高高兴兴的去文莱那边稳稳啊！拍后面那个关卡太慢了你。哎呦 ，OK， 文莱呢是有偷的，过这一个关卡的时候之后呢，就是要还3块钱的偷。这个是文莱前1块 ，OK， 看一下风景。过了文莱，这个是小路，都是小小条的。去到文莱的大马路之后，就是阔阔大大条的。哎，我讲话太多了。OK， 来 music， OK， 好，关掉。回来，我也谢谢大家在 Instagram 的关心。现在我已经回到家了，而且已经是隔一天，我的手比较好了，两边这一边只是小点。其实关于那件事情呢，我觉得最容易解决的方式就是谦卑认错悔改。每一个人可以私底下彼此出来喝个茶聊个天，说一下心事。因为一个真心的道歉呢，是不需要任何的理由任何的解释的，因为很多的解释就会更多的掩饰。我讲完了，就好像其实我们也不需要提到这件事，所以我在这一边呢也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对不起。就引用铁脖的要死。后来真的是非常谢谢各位呢能够看到这一边，我看到大家的认真，大家的用心，欢迎大家呢加入我们保镖们的行列啦。好，至于哦，哎呀，我受伤了，哎呀，这边两边，哎呀，不会痛，不过流血了啊。这边是花园的路，刚好我今天剪辑的影片是讲到吐槽大马的马路。哎呀，来了，我不是 clickbait， 我是讲真的，有没有 handy plus？ 他又在录这了，没有，我是讲真的。你是真的有事吗？这个是 clickbait 哦。哦，这个应该不是假的，有 tissue 吗？有垃圾吗？人家死了你们！他们还在录这，所以我们继续来。有垃圾，有垃圾吗？这边的阿宝，这边都没有人。阿宝，阿宝 ，clip back， 那我问你一下，大马的马路是不是会让人家意外死亡？是。尤其是沙捞越的，对，这个是真的不是？真的，我没有开玩笑不是？哎，我们去更高凯南，有哈？应该是有。我不是可以，真的，对不起。如果你被骗进来的话，我没有骗你的。大马路啊，真的是会让人家受伤。这么巧，我看今天这一个啊，哎呀，厉害啊！哎呀，滑板很难滑，真想不到啊 ！KC Neistat、刘佩还有阿雅，他们能够滑那个滑板这么好，什么原因？可能我用的这个是 Manual 的，那个是 Auto 的。Manual Auto 我又想到 Hyosung 了。哎呀，不能啊！马来西亚的马路，哎，这个跟马来西亚马路什么没有什么关系啊？阿雅也可以的。阿雅哦。你不可以讲阿雅。阿雅哦。谁要 sponsor Rainbow 那个 Boosted Board 的？可以 PM 哈，可以，没有错。顺便给我一个啦。OK， 好了，我觉得我现在不想要拍了，因为真的是太痛了。然后等下回去还要剪辑影片一下，就从这一支影片开始跟大家分享了。我们转个镜头回家 ，Let's go！ 哇，等下要拍影片了，拜拜 ，Peace。OK， 啊，我的那个 video 啊，可以放你的 BGM 吗？可以啊，过年那个、啊，可以，那个很红哦，那个要放，真的。啊 ，OK。很多人因为哦那个歌哦，好了，我已经看掉你后面了。不要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，你一定要留下，我跟你讲。你都看。